忘了，就是44街区823栋，咱家是1楼是不？对，就1楼，我开门就好了。哎呦呦呦，得开门啊，我开灯啊。这么黑？这么黑？我家屋里就这样，挺暗的。没有灯吗？有灯。开个灯，开灯也不亮。开灯就这样。郝景兰65岁，丧偶，无子女，住房面积79平，退休金2800元。我寻思这人瞅着挺朴实的，不像人，你看那个电视里演的相亲的，一个一个都花里胡哨的，跳舞的，没看着今天成天旅游的，这能过日吗？这多少钱呢？可哪儿悠的，可哪儿晃的呢？那样的我给找我钱我都不要，还知道挣钱呢，还不包花呢。一提到爆米花，大家脑海中是不是马上就想到了一个人呢？没错，就是那个只做全国独一份爆米花的孔庆军，孔叔。全国都独一份，因为什么呢？他们都没像我这么做，一天崩10锅8锅的，那轻松加愉快。但是呢，我还原来我没往商店送的话，我还卖。一天呢，我弄个10块钱。你有脑瓜够用的人，都饿不着。这回谜底揭晓了。原来呀，郝阿姨相中的那个人就是孔庆军，孔叔。郝阿姨跟红娘说呀，看了那么多期节目，就唯独这个孔庆军啊，让她念念不忘。你相中孔叔，就是相中他的朴实劲儿了。对，郝阿姨跟我们说，她首先是相中孔庆军身上那股既朴实又踏实肯干的劲儿了。其次呢，她觉得自己和孔庆军有很多的共同点。两个人在年龄上也相配，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无论是家里家外啊，都是一把好手，一定能帮孔庆军打理好整个家。没告诉你啥都倒了，倒腾菜，倒腾水果，倒腾鸡，倒腾肉，我什么都倒腾，倒腾君子兰。哎呦，我别说了，我什么都倒腾卖，只要能卖的东西我都能买回来去卖。那么就我家要是玻璃坏了都是我自己镶，电坏了也是我自己弄，水管子换水管头也是我自己弄，我什么都能弄。你这全能啊，你啥都能弄。我家狗除了胖虎以外病全是我治。你这咋养这么多狗呢？这给出去好几次了，我家本身吧都知道我喜欢，谁不要都往我们家送。哎，乐乐，姥姥给吃的，这都习惯了，都当孩子养了。来来来啊，这都当孩子养啊，都当孩子养啊，都叫姥姥啊。这是我老儿，这个黄的洋洋就是我老儿，我跟我老儿唠嗑能唠2小时，寂寞吗？把狗当儿子养，郝阿姨的最后一句话看似说得轻松，殊不知这背后隐藏的却是一整段她一直不愿意回忆的往事。我有过孩子，孩子有过，死了。哎呀，这一幕一幕的走在眼前晃。反正我要寂寞的时候，我就想这些事儿，咱这命怎么这样？关键是命不好，啥也别说，就是命不好。18、9岁时候就没有父母了。在哥跟前不行，哥行嫂子不行，这个你谁都能理解。那只有去自己找对象，自己给自己找出路。我命不好呗，找两个丈夫都不行。这个丈夫他不行，那可哪骗你？不行，生活作风有问题，不行，根本就不行。我有个朋友领家去，他就能整上，这也能整上。哎，我实在是过不了了，拉倒了。我第二个丈夫对我可好了。他虽然那时候开的少啊，那时候90几年的时候，他们单位工人他开35块钱，完了他有机会，他不有孩子吗？他家孩子和他原先前妻借的那个跟工会借的钱2000多块钱，一月开35块钱，你知道我们扣多少年才能扣完这35？这个2000多块钱，哎呀，差不差得有15年吧。那你都认可嫁给他？人好啊，人对我好啊，那真对你真好啊。怎么个对你好？跟我说说。哎妈呀，你那是我要是我愿意饿呀，年轻孩子，晚上半夜起来，我枕头头什么都有，随手就能摸出来吃，可直腾直热了。他今年走了4年了。自从那个孩子没了以后，郝阿姨这一辈子就没再怀上过孩子。好在嫁给第二任丈夫后，丈夫对她的百般体贴，让她心里暂时弥补了这份遗憾。可是老天爷就像见不得她过好日子似的，4年前丈夫突然因病去世了，郝阿姨感觉啊，这个世界上又剩下她一个人了。哎呀，不是寂寞吗？过年过节就是寂寞，万一要是有个感冒发烧的，那个有人给你拿个药拿个水，没有别的心，没有别的想法，我人我相中，人能不能相中我？郝阿姨觉得孔叔的各方面啊都挺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的，那么
孔熟的择偶标准，大家还记得吗？这健康不健康，这有没有病，这是主要的，别的不，没什么太主要的。什么好看来看的，也不生孩子吗？农村市里没说，有没有社保，没事，不在乎那个，他能觉得咱这3000多块钱俩人能生活就行。孔熟的择偶要求就跟他的人一样，简单朴实。红娘也打电话征询了孔熟的意见，告诉他呀，有一个阿姨看过他的节目，很想认识认识他。按照孔熟的意思啊，红娘带着好阿姨再次来到了孔熟家。孔庆军68岁，离异，公租房，退休金3900元。哎呀，叔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太想了。来，我先介绍一下的，这是孔庆军，之前这个都知道了，他看过你节目。然后这个叫郝景兰，对，握个手啊，你俩挺干净的，也挺干净的。家房子就是没我家大，别的都挺好的，老头真挺好的。看房子看本人之后，也挺好的。主要是挺好，别的方面关系能不能跟我合得了。吃爆米花，吃爆米花，给你拿了袋爆米花，这自己亲手，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你相中熟了，你怎么不往下搭搭话？人家拿爆米花又啥的，你也不吃吗？不喜欢吃这些东西，我这挺格色的。说心里话，我挺格色的。别人家的旧东西给我，我是绝对不要的。那你不得跟叔进去吗？你既然对人家都有，那是两回事了。那我不吃这东西，谁强迫我？我指定是不能用，我也不能吃。也不知道郝阿姨见到孔熟之后是觉得失望了，还是本身性格就过于实在。见面后的两个人啊，多多少少有点尴尬。能看出来吗？是熟自己做的。煤气罐，我自个儿接的。这个，哦，这玩意儿。这什么？对呀，都是有卖的。这是熟自己做的。你放点这些呢？这是爆米花，这自己亲手，这是熟，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什么？对呀，都是有卖的。不是，这是熟自己做的。进门后，郝阿姨和孔熟的几番对话让一旁的红娘心里很是不解。来之前还对今天的相亲很是期待的郝阿姨，为啥见了孔熟后反倒有点冷淡了呢？不是编的呗，买的筛网。我跟你说，叔，我给你介绍一下的，这个姨，啥手艺都会，家务活还有在外头，就是像这些什么换灯泡啊，是什么换个水电啥的，修个水电。也是个手艺人，咋让心态上呢？你想这个，自己咋整的？说自己说，买的那个片儿，完了对对，完了整的，完了唯一的。孔熟说啊，因为今天我们来的突然，自己啊不像之前那样提前有准备。马上临近中午，来者即是客。孔熟主动提议要请郝阿姨一起下楼吃个午饭，顺便缓解一下刚才尴尬的气氛。我得穿上衣裳。穿衣服干嘛？出去吃个饭。出去吃个饭吧。你这手挺帅的，挺帅的，挺帅的，是不是帅？帅啥呀？太帅了！你脸都红了。你要看那男的，要穿的溜光水滑的，一天嘎嘎那样式的，那都不行，那都不正经。我这人不喜欢化妆，我也不喜欢花说柳说，人就是这么实惠。把睡衣睡裤换成了皮衣皮裤的孔熟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让郝阿姨啊顿时眼前一亮。她说啊，刚进门时见到孔熟，其实她心里多多少少是有些失望的，总觉得孔熟本人和电视上差得好远。果然是人靠衣装啊，自从孔熟换装之后啊，郝阿姨相比刚进门时不冷不热的态度，顿时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这话也多了起来，一路上她和孔熟有说有唠的，就一起来到了吃饭的地方。这一年吃几回呀？上饭店打电话就一直跟你说的，这一顿饭100块钱的话，咋的我这3000块钱还能吃一个月？那不能天天上饭店呢。郝阿姨迅速地进入了角色，已经开始啊从持家女主人的角度盘算着为孔熟省钱过日子了。刚点完菜啊，两个人就开始互相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来。我离婚20多年。哎呀，我这死楼，我就是一个人，什么负担也没有。我也一个人，简单有那么个房子。对，说他自己房，我连房子都是共产党的。谁的儿女啊？儿子没来往。哎呀，哪跟我似的，都是咱没有，比你还清净。我什么都没有。儿子那头不那么开心，那不挺好吗？到一起不挺好的吗？
不管孔叔这边说啥，反正啊，郝阿姨都能从中找到他们两个人合适的地方。红娘在一旁都能真切地感觉到，从郝阿姨心底里藏不住的对孔叔的那股子仙劲儿。我来，大哥来。别，我自个儿。我来。你都已经。我自个儿来。你喜欢狗吗，大哥？我最烦。他最喜欢可以处理的，虽然我就这么点爱好，我心里话，我就喜欢我那小狗，哎，尤其那个红的。只要你想找老伴，人家不喜欢，那你就得忍从割爱了。哎呀，你们说啊，这得是多稀罕一个人呀、啊，才能让郝阿姨下这么大的决心。看来呀，郝阿姨对孔叔是真的动心了。我其实相中人挺稳重的。没啥，哎呀，有那啥，他什么都会，自己还没觉得挣点零花钱。说心里话，我挺满意的，不知道大哥啥想法。看得出来，郝阿姨对待感情是既勇敢又不拖泥带水。面对郝阿姨的直接表白，红娘在孔叔的脸上却看不出任何的表情。我对他感觉倒是挺好，人家老头好像是没有那么想法，就是没眼缘，没看中，就是块脸没看中。想知道一个人喜不喜欢你，看他的眼睛就能看得出来。从孔叔换完衣服出来之后，郝阿姨看向孔叔的眼睛里一直都是带着光的。可是孔叔这边的反应啊，却从刚开始的主动变得越来越被动了。其实从见面后两个人的互动中，郝阿姨已经感觉到了孔叔心里的拒绝了。他说那自己今天说啥也不能白来一趟，郝阿姨主动跟孔叔要了联系方式。他说万一哪天他突然想通了呢。慢走、啊、哎，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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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拜拜。会遗憾吗？不会遗憾，我努力了，我就不遗憾。郝大姐说呀，在相亲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孔大哥没那么积极主动，好像不太有感觉，但是郝大姐还是执意想留一下联系方式，说兴许以后哪天来感觉了，这也是个机会呢。跟孔大哥分开之后呢，郝大姐就说她找另一半最看重还是得能干踏实能给她依靠的这种男人。于是呢，我们的红娘根据大姐的要求给她介绍了家住长春市踏实能干的刘毅，刘大哥。啊，你好。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叔。刘毅61岁，丧偶，住房面积89平米，退休金3500元。这房子回迁的呀？没事，穿鞋上吧。穿鞋，来，穿鞋上，没事，没说的。哎呦，叔，我看你这咋在地刚拖的？刚拖啥？我看见这水印还在这呢。我刚拖，拖完了。就知道我们来。我也知道你来。就知道我们来，你刚拖的。这个扣子，你看。啊？上边没解去呢。我看看。哎呀妈，这今天这怎么真的吊牌啥都在这呢？嗯啊，上不腰这衣服都新买的，昨天我搁哪我上店。昨天就知道我今天介绍对象了吗？都买啥了？你给我捣鼓捣鼓。这衣裳裤子，是不是？哎呀，叔裤子来，裤子拉链拉链。你拉链折了。折就我好折了，着急忙慌你。这不搞新裤子吗？咱找他去啊。瘦我不找了，他过年吃胖了。嗯呐。大家都放假一个多月，放了一个多月，嗯呐，吃胖了。哎，你看我姑那个老太太，我一小没爹没妈，我姑伺候我的，就这老太太，我姑。这儿呢，蹲市场，看看，
这不是工具啊，这不水暖活啊，干水暖的。你会这个吗？会呀、啊。你都会啥活、啊？水暖，我这样的干的那整点下水啥的。啊，就天天就在市场，那有活儿，有活就。那你那个时候就整这些，就整这些了。我们家亲戚找我上他物业上班去了，就干了七八年，是不是？这是。物业干啥呀？也是孙楠。啊，给物业干。那对，物业也是孙楠、啊。我下班，搁上公路，上公路上的鞋垫、袜子、口罩，干活的工地，周起来呢。袜子、鞋垫，这都有。啊，就是你看，这香山自己做的。我自个做的。这我自个做的，哎呦天哪，挺结实、啊。你看看我自个做的，妈，这一柜的都是、啊。都是啊，两这面也是，这面是，你看。靠这些，咱一个月能赚多少？你这月啊？啊。2000多块钱。哎呀，那你再加上马上开那个，那开那个医师保了，3500，2000多。那的。那个物业呢？物业1900。我算算，我这算数不好啊，3500、2000、2000、4000。7-8千块钱吧，一个月。嗯，你看规规矩矩，你看。真是规规矩矩。看，我看规规矩矩的，该咋的就咋的。这是你叠的包吗？那我叠的包。就是把那些衣服啥的。对，收不收？棉的。你是从小就这样，还是老爸没了之后？不是，媳妇儿人就这么利索，咱们就得照人那个标准。哎。听媳妇儿的话是刘叔觉得最骄傲的一件事儿。想当年自己无父无母无彩礼，能娶到这么优秀的媳妇儿，那可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他姨父搁我们单位，他姨父亲姨父给介绍的，就这么的。人家吧娶的我就跟娶个媳妇似的，大手大办。人家有老丈人，大手大办，车啥的，办的是鸡鸭鹅狗都老丈人。老伴啊，优点可好了。洗洗涮涮，洗这个床单呢，得刷，拿刷刷，不搁洗衣机刷，不搁洗衣机，搁大盆大，我家有个大铁盆子，刷搁洗衣板搓完了边上搓，边上顺整不净，拿刷刷，就那个这个边得拿刷刷。回想起老伴儿的种种优点啊，刘叔的话里呀、啊、都是夸赞，这一辈子啊能娶到这样的媳妇儿是他最大的福气了。4年前，老伴儿因为肺气肿并发症去世了。刚开始啊，身边有女儿有外孙陪着，也没觉得怎么样。现在外孙子长大了，不需要自己陪伴了，刘叔愈发的觉得一个人的日子实在太孤单了。最好找个死头的，十一的，比如说成了，是的，挣了钱了，拿家的，媳妇给你买点化妆品了，买点知道口红了，是的，抹抹点眼门的了，是的。出去溜达溜达也挺好，是不是？上个小公园了，赶那个天不好了，上公园溜达溜达的，俩人是吧？肯吃苦，能挣钱，爱浪漫，听媳妇话，一看刘叔啊，就是那种对媳妇使劲好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不正是郝阿姨一直苦苦寻找的吗？哎，介绍一下子啊，这是刘毅，然后郝景兰、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看着熟中不熟似的，咋样？你好，平时全是叔自己收拾，直到今儿你来，还特意，我跟你说，我先给你捣鼓啊，直到今儿那个跟你见面，这叔从头到尾全是新买的衣服，新买的裤子，然后看直到你来，还特意点的香，寻思这屋就不能香喷儿的，挺大个眼睛，脸儿挺方的，脸上有点肉，就想接话了，不会说挺喜欢的。挺喜欢的，吃块糖。我不能吃那玩意儿。吃点水果，来。这些东西我在家都不能吃。吃不吃我得让，吃不吃我得让你。大姐，你唱哪儿？没相中呢。哪儿没相中啊？他个太矮了。紧张吗？是不是？那紧张。好紧张，见面讲话不成还是朋友。哎，对。但叔叔，很简单点事儿，头一回，媳妇死了4年了。到今年清明节4年，或许是刘叔的外表的确没有达到让郝阿姨怦然心动的感觉，导致郝阿姨在今天的相亲过程中啊，热情劲儿明显大不如前。刘叔也感觉到了郝阿姨对自己的不满意，为了争取意中人的好感啊，刘叔赶紧使劲介绍起自己的优点来。啊，我烟酒啥不动。这条不抽烟喝酒，抽喝点酒都不错，不能抽烟，不是烟味不错。你看你进我家屋还有没烟？姑日回来抽点烟，不吃烟不喝酒，下班呢，回来呢，上市场卖点
卖卖东西，卖东西。我现在不卖了，啥都不卖。说，领你看。那你看看。我现在啥都不卖，你去看。我这咱进货队没说呢，这不到这儿，咱得看看呢，别光说。我上这货。卖袜子啊。袜子不用看了，我有个朋友就卖袜子。是阿姨，我跟你说啊，这你往这边看，阿姨，看看这个箱子啊。这个箱子是叔自己做的，就为了卖箱子，他还有个车。等我有夏天的时候，二十多岁就卖月了。每个月靠这个咱能收入多少钱？这个不少挣，他上市场大拍卖不少挣。是不是？小朋友就干这个。是不是？他上那点货啥也不是。我说心里话，你看我那25岁的小孩，一上就十大包，铺大堆卖，他挣点是挣小钱而已。你有脑瓜够用的人，都饿不着，还知道挣钱呢，还不包花呢。你相中孔叔。就是相中他的朴实劲儿了。对，红娘明明记得郝阿姨喜欢的就是这种踏实肯干又朴实的男人，眼前的刘叔完全符合这个标准呀。在孔庆军孔叔那儿是优点的事儿，怎么到了刘叔这儿评价却大不相同呢？看来红娘得替刘叔多加把劲儿了。我跟你说爷，就是你就没那啥呢，你都没往里头瞅。就我跟你说，就你把 这我都知道。你把这柜儿打开，全都板板，不是，全都板板正正的。没事。自己那来看看咱做的被，这个被子肯定不会。男同志会做的，我也很多。你见过吗？见过呀。那你看看，那这样活老好了。不是，你就一打开，咱就能看出来。你看你多干净啊！再看看针脚，你看看这针脚啥的。不是我自个做的。你这被是啥规格的？不是。哎呀，这我媳妇儿活钱是给我留的。那也不能整那么大的被，这是方的，是长的，整留的。看看这柜门一打开，这包。真的就是，你就一瞅，反正今天我一进门，我一眨眼，我介绍这么多就是对象了，我一瞅啊，我跟你说，一进门就是过日子的人，绝对是干净的。干净，他就这么一个优点，他真干净。赶紧赶紧利索个老头，没孩子，有退休金，有房子，是不是？嗯，哪也不去，也不愿意溜达，多好啊！这些都满意，都满意。对于今天的相亲对象，刘叔心里啊，那是100个满意。郝阿姨这边呢，刘叔这么努力地展示了一番自己的优点，最后啊，才被郝阿姨认可了一个优点。我啥爱好没有，我就喜欢狗，我们家就有狗。那得看处呗，那不是说一下子是不是？年轻时候还得处处。你喜欢狗吗，大哥？错，我最烦。只要你想找老伴，人家不喜欢，那你就得引成割爱了。之前你跟我说过的呀，有狗你可以把它给处理了的呀。现在不，他舍不得。现在处理的舍不得，舍不得。人就给这我家，我以前养过，要给出去心情可不得。对比一下之前和孔庆军相亲时的步步妥协，再看看今天郝阿姨对刘叔的百般挑剔，一个是自己喜欢的人，一个是喜欢自己的人，红娘都不知道该咋整了。刘叔说呀，咋整？继续追呗。开支交给老大，对吧？没钱的先要，互相磕碜。开支了，有钱了，买点小礼物，买点口红。化个妆啥的，从来都不化妆。那就买衣服，买衣裳了，是的，买个袜子了，是的，买冬天买个手套了，是的。天气好了，上个公园，俩人扯个手。从来不去。上公园。他这个长相个高点可也是将就。在刘叔的一再示好和热情似火的强烈攻势下，之前还表现得态度冷淡的郝阿姨终于在语气上有了点缓和的余地。可就在这个时候，刘叔这边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还没有问呢。你问你多大岁数？我今年65。嗯，比你大4岁。红娘注意到啊，听完郝阿姨的回答后，刘叔脸上的表情啊突然变得复杂起来。据红娘了解啊，刘叔去世的老伴儿就比他大3岁，再找个比他大的老伴儿啊也没什么不妥呀。在红娘的一再追问下，刘叔终于说出了刚才让他沉默的真实原因。媳妇儿搁这床上，是咱关过不去，我就过不去，交个任务。为啥交个任务呢？我孤立一个，我想一个，我们仨。你临死的时候上气咽气说，老刘告诉你啊，你不听我，你得听你姑娘，你不能找岁数大的。本来我这临死的时候告你，我媳妇比我岁数大，你找即使找个57、89的，60也行。我说媳妇你放心，是吧？姑娘搁这呢，我妹妹我小姨搁那，听你的话。
我找媳妇也听话，是吧？就是自己再喜欢，但是一听就是年龄在，对，他要小几岁，哎，就那管六十一呢，六十呢也行，我俩就不唠这么多嗑了，不为这费这费事了，马上咱就吃饭。那就说白了，如果说他要是哪怕他六十一，哎，你都能接受，我都能接受。那狗咱都能接受，对，都狗我都能接受，我也喜欢狗。这辈子啊，听媳妇话已经成了刘叔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习惯了。哪怕是老伴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可是谁让老伴临终前留下了话呢？面对眼前自己十分中意的女人，刘叔啊也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我基本就是一个人，以前也没有什么罗烂都没有，儿女啊什么老的小的，我全家全没有，就一个人。反正我比你大，你这个考虑考虑。我可喜欢你了，这大眼睛，四方脸，还有肉。是的，你狗呢我都给你免了，就是岁数不行，完事肯定是不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没缘，我们俩没缘，没那个缘，真是不好意思，别不好意思，没那个缘分还是朋友，对对对，好朋友，对对，好朋友。